出锅了，一条一条出吧，往上摆。 这个好。今天大厨做饭。朋友们好啊，换人了，大厨出马，一个顶俩呀。不行，这活你得小点，这简单菜你都不会做，不行啊。简单吗？我炒土豆丝儿。先炒土豆丝儿。 哎，土豆丝炒差不多熟了之后的，不多一炒就蔫巴了。看这一盆大菊瓜子啊，把这手放着，不小吧？全炖上今天啊，切姜媳妇儿，多切点。姜片啊，切一半。没有别的油了。 豆瓣酱，闹这个口的。这就是下鱼啊！放点白糖，加盐啊！ 点酱油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看一看，哇，炖了半个小时了。出锅了，一条一条出吧，往上摆。我可以啊。可以。对，哎。哎，这油大哈。 开始吧，朋友们。糟鱼，还有一个茄，土豆丝儿，搁哪？搁这儿。配菜了，这不。搁这儿。你妈炒的，你妈自己吃。来吃鱼，走。自己吃。这几嘎，这八个鱼呢？嗯。三个人一只几个？一人多少？嗯。这几瓜子，哎，是那种鲫鱼和鲤子的串种。 吃的不知道啥样，好像是我感觉这个得差点。鸡子，但炖的好吃啊，有肉肉。好吃。蘸这汤。这味儿好吃。嗯。总吃酱炖啥的了，搁点这个豆瓣辣酱。这么的。哎，这味儿好。可以那啥。不知道多少大劲儿。 这就没那啥呀，这就没那啥呀。没事儿哈。嗯。不用了。嗯。不用。不用加。你妈加块意思意思。你别给我意思意思了，我自己来。嗯。这鱼好处就炖入味儿了。 够咸儿，这味儿好吃啊！嗯，好吃。我吃完这一条的一面了，就你那个能干过来这俩。这脊背这地方有刺儿。嗯。哎，这么烦呢？哎呀，哇，脑袋比较结实。鱼脸儿，<笑>小脸儿哈。 多好，嗯，哇，蘸点汤，太大了，吃吧，蘸点汤，我就来炒饭。这味儿好好吃啊，嗯，你叫啥？这道菜？咋了？炖鱼，这叫炖鱼，不知道叫啥。寒冰炖鱼。哈哈。爸做菜很随意的。 有啥搁啥，有啥搁啥。哎呀，咋了？
快掉一点。哥哥，没有水算一下得了。没有备用啊。开吃。看我这一个鱼。你吃的真好啊。我俩吃的有点乱吧。你俩刺儿都掉了。啥时候镜头掉这边了？吓我一跳呢。那啥都能吓一跳。我一瞅这咋还是我呢？是不是吓一跳？看我姑娘就是啥你都能吓一跳。没有。也不能镜头老能对着我呀哈，老盯拍美的事物也不行。他是美的事物，这都是听不出来。我先确定一下，也听着这个意思的了，是吧？嗯，听着。人们还是喜欢看美的事物。嗯。给你不要客气了。胡子拉碴的啊。不要拍我，我都没洗脸。不用觉得，哎呀，给你买口面子吧。这鞋子没吃呢。嗯。挺好，挺好的。这个是主菜吗？嗯。你不说了。叫我妈一个人吃吧，我吃不了，我喂狗，狗都不吃，狗吃，狗能不吃玩意儿？那我喂鸭子行吗？那行，因为主要是有这个菜，没有菜那是好菜，主要是我鱼炖的也太香了些。妈，喝的过瘾，我们两个变成刺儿了。搁半碗里来吃，把吃完了。变成大刺儿了。刚把鱼头掀不掀？鱼的哪部分有营养啊？鱼头。就鱼头啊。你看有一次看的《人与自然》，说那个黑熊抓住那个鲑鱼，只吃脑袋。就吃脑袋。都有营养，就为了补充那个，补充什么增膘啊啥的。这为啥吃肉不行啊？脑子有脑子，脑子像油似的呗。那肉就不要了，那不也能补充吗？多呀，可挺好的吃。啊。哎，你说就像那个鲽鱼，是不是就用鱼头啊？那身上应该也用。那就听说做鲽鱼头，那没有说鲽鱼尾什么的。应该是用。没错呀。这没破坏不破坏，吃这条哈。再来点饭行，没吃饱。来吧。看我们吃的也馋了吧？不是，这小鱼吃咸不咸的有滋味儿，吃挺得劲儿。哎呀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我们慢慢吃。慢慢吃。拜拜。拜拜。等我姑娘，拜拜。拜拜。